途中，这个少年名叫 Brody Bruce， 今年11岁。去年，他和家人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哈特维尔湖钓鱼，非常开心。在获得到不少鱼后，还有意外的惊喜。那次，他准备钓竿拉起来，突然发现非常重，以为钓上了大鱼，于是小心翼翼地拉上来，结果发现并不是一条鱼，而是一个包，看来还是一位女性的。在一起的亲戚 Danny 说，你这下巴了，里面肯定有财宝。